没有笑出来。他整个简报都没有图啊，你有看到任何一张工程图吗？有吗？就是我们今天是在这个环评要开工的一个开工的一个说明会啦，针对开工中可能会影响各位市民的那个，那原来这个图啊，我们都已经核准了，也都配置不当。那我们现在只是针对我们现在就像前低基地、一基地要施工前说明会，我们办了两场，现在就是有关环评树保啦，还有一些噪音啊，一些我们来做一些开工说明会啦。所以你们现在再来去谈说啊，原来我们那个那已经各位也了解，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走过了，我们已经确认。每次都是这样跑程序而已啊，那我们今天跑程序而已啊。因为你今天在提的跟我们今天开会的这个内容啊，所以每一次都是你们说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在提那个东西，一直往后走了，那就。我这边也没办法答复你，因为这已经走到这里了。不，我只是跟你解释，我今天开会的这个原因是在这里。如果是不是，那这是形式吗？好不好？你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个形式的会议吗？机会啊，通通都改掉啊。那我们今天开这会干什么？走完程序而已。对啊，这只是一个形式嘛，我们的话都不会被听到的，也不会被理睬的。台上的台下都是演员，基本已经设好了。那现在开这会干什么？你们变了什么东西也不让我们知道？请你们解说为什么要盖在断层上公营住宅？为什么没有断层是绿地？请你解说。抱歉哈，因为刚刚有说有一些要书面回复的部分的话，我们还是会回复。那我们还是希望你书面回应之前先公口先说明。我们后面还有三位那个先让我完了，有时间我们再来，好不好？不好意思啊。但是今天一定要回应哦。再来登记发言是大人李蔡里长。